来又说船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昨天下的拼命版，今天早上脚趴又手软，必须整点猪脚干。今天教大家个猪脚干的新吃饭，不煎不炸不炒。开干，准备一根猪脚干，这是一根老板娘烧过的脚干，加点清水，有条件用热水啊，乖哈。看到我桌子换了噻，在你们强烈要求下换的哈。你们晓得为啥子不让摄像师出镜嘛？到时候你让换摄像师，我还麻烦了。先改一下刀，改成大小均匀的坨坨。要得开干，冷水下猪蹄，葱姜料酒去腥，烧开水水，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。现在把猪蹄腌制一下，葱姜料酒，放点奥尔良腌料，生抽老抽，左手搅拌均匀，再放滴点盐巴，蚝油，继续搅拌。现在闻的这个味道都想吃啊，奈何吃不得。先腌制二十分钟入味。为了做这个菜，一百八买了个高压锅。如果没得高压锅的，用电饭煲也可以的。懒人版猪蹄，锅底铺上葱、姜片，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东坡蹄子？下肉，倒入料子，因为是高压锅，只放半瓶啤酒就可以了。如果电饭煲的话，就一瓶以上。剩半瓶我就干了啊。上气后要二十分钟就可以了，如果是电饭煲的话要五十分钟。香得很，起锅。这个颜色很漂亮啊，哎呀好漂亮。放入内定葱，来啊，光上呀，我都不放一滴水，不放一滴油的猪蹄子，要得很干，来嘛，一滴油都没放哈，好啊，那那得。好吧，嗯，非常的口感软糯啊，来着，放个牛筋，不是蹄筋，不是牛筋，后腿的蹄筋就比较多，前腿的肉就比较多啊。这个菜的做法也比较快啊，分分钟搞定。这种油好啃啊，嗯、啊，一吸就透骨了，知道吗？给洗出去，早些弄好吃，我这时候以后要两根。这个，
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嘛，我要来喜欢互动才请关注我们。我是小明，我是阿哥，我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